我想这里就是他们的特色的萝卜，然后很好吃很好吃，然后我们很想要拿去马来西亚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。欢迎回到我们频道，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记得要订阅打开小铃铛。叮咚叮咚，耶、yeah, ！我们来到贵州啦，我们经历了多少个小时？对的，因为我们来贵州是马来西亚没有直飞来到这里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转机来到这里。然后刚才还发生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朋友护照掉在广州，然后现在他们要想办法从广州那边送过来，但是好彩他们也给他们上飞机转机来到贵阳这里。对，真的是你们上飞机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护照。真的，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。好了，这一次我们待贵州只是一天吧，明天我们就去取我们的切勿苗寨，这一次我们会拍到很好看给你们看。我会飞转 ，OK， 先带你们出去吃这里最道地的一个美食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Let's go， 就是要带你们来这一间烙锅，上次我没有来的，可是现在哦，它应该是爆红了，太多人在这里了，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超好吃，来，我们先去走走，要等一个小时。我们先来打包茶百道，真的很喜欢中国的茶百道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喝，它的纯茶干蘸。可是他们有点一些他们觉得好喝的东西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来的时候可以点这些来 try 一下。嘿嘿，买到了。最好喝的口味是什么口味？可以，我只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其他也很好。这是紫葡萄冻冻。快看。完美。哎呦，快点喝先呢。我跟他一样的。跟泰国来比，2400万杯啊！对对对 ，Cheers！ 好像以为跟茶百道打广告这样啊。这一次我们有他们来，有方静慧贤，有 Queenie， 有 Oscar， 还有琪琪，还有你。好了，我们去那边看好等了没有 ？Many deep decks later，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多，终于进来了，人满满。然后莫娜直接丢电话来，他紧张到丢电话，又等了一个小时多。对，很夸张，太夸张了。来，烙锅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我们的烙锅了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就是烙锅，它就是全部倒在一个盘那边，然后炒好了的，所以很香。我们只要现在体验这个，然后吃到大家都想要吃。哇，啊，这个饼。那刚好是你叫酱少吧？叫两份。全部能抢热哦，这个。看，我们的食物已经到了，尝一下。它土豆饼很好吃，嘿。配上酱料一流，你看土豆饼，咚咚，哇！我想这里就是他们的特色的萝卜，然后很好吃很好吃，然后我们很想要拿去马来西亚做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。然后如果我们拿去的话，你们有没有兴趣？可以在留言再给我们知道。我们这里吃完了，等一下就去别的地方再拍给你们看，然后现在再拍一点画面给你们看，看到吗？哦，要我手的感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，然后感觉如何？还是这样好吃是吧？可是还是有点油的感觉啊，是吧？对我们来讲油，对于我们就还好。对他来讲 OK 的，可是我们真的是不能接受到很油很油，可是真的是好吃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美食街，在贵阳就是一直吃吃吃吧，因为贵阳也是出名吃的东西，所以带你们去看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就是这个民生路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？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来过，然后这里是非常多的美食，那也非常的热闹的。带你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美食多一点，因为这里贵阳其实也是出名美食的东西，去看看一下先。哦、oh, ，我们其实差不多逛完了，还没有像那时候我们来的这样热闹啊。我们现在会去酒吧街那边，那边呢、啊，他们讲也是很多美食啊，很多特别的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希望不要再介绍错地方啊。其实现在红的是个青云市集，你看人满满的，这里才是真正的美食天堂加酒吧街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
这边才是嘛，这边才有那个感觉。原来现在已经是红这一边了，带你们进去看看一下。哇，超多人，然后这边真的是很多那种 LED 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条路打卡的地方，就是来到酒吧街啊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酒吧街。哇，这里很多都是 live band 的，你们看，这种 feeling show 很多，太多了。那我们再决定哪一间再拍给你们看。我们最后是选择来这一间，可是我们没有进去里面呐、啊，那里面蛮好看的，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还是蛮有 feel 啊，里面蛮好看的。可是我们坐外面。我们坐在这边，因为这边我还可以聊天。等等，我们坐在这边来秋秋喝。Do you happy birthday? Happy birthday! 你生日快乐！祝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回仙琪琪。我们又来到熟悉的千户苗寨。我要准备买票进去前。哇，又是这个熟悉的建筑物，这里就是那个售票处。你来到这里，一定要来这里买票先。我不懂价钱有没有起啊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价钱应该还是一样，我觉得对的，价钱还是这个一样。然后现在莫娜在帮我们买票。哇，你好漂亮啊、哦！哇，我这是，他是艺人呢、欸。看这里，魏姐。哇，这里这里看下去。这里就是关你啊，需要的关你那边吗？对啊，我就是要看你们这些表情，你懂吗？最有一夸张，这个就是要你们这种表情。做给你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吗？来了对吗？对，对啊。要看我这表情是，这个第一是你的是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你看，哇，好像年纪很好嘞，不错哎。你夸张到吗？看到吗？不行，这里看到风景哦。不行，哪里有？最开始看到的。我就跟他们讲，爬山还是很辛苦的，不信。你看，那风景就很美啊！到了，到了，上来就到了，上来就到了。不要 complain 啊，莫娜做导游呀，你们还 complain 啊？来之前我们已经跟你们讲了，很辛苦啊，这里。你们讲 OK 的啊？在那边，我跟他讲不能了。哎，那边。我会先跟他。做什么运动啊？到了，到了，一股力气上来。上来你就觉得值得了。拜拜，我们上去了。我们进来我们的房间了，你看他们爬下来，整个人要死要死了，怎样要死啊？哇，看全部在吹冷气，太热了，真的讲。以前我们来啊，对面那边啊，现在下面那边没有什么人的，就是我们包场了，现在还已经开放给他们来喝咖啡，很多人真的很烦。可是这里的 view 你看，下去，哇，在屋顶拍照，太好看了。我叫超级猛男头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，哇，美女拍照哦。工具人，哇，很美耶！刚好这个日落，刚好这个日落好好看，哇操！哇，那个小弟踢下去好了，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哇，你真的很手汗耶！哦，下面没人，下面的人没有在看。嗯，有点感觉。有，哇哦！哇，前面跟后面的。闺蜜很 man 哦，不会啦，你转过去头不要看头就好了。真的有一点 man 哎，他现在真的很像，很像男的。感觉很好，幸福美满。看人家下面也是，这里拍了一下午了，一直都在拍，换不同的人拍。哇，不热的吗？刚刚去试飞了一下这个妆，差一点找不回来。我们会拍画面给你们看，可是为了这个画面呢，我们差一点把妆飞不回来，因为它开始偏暗了，对，我找不到我的飞机在哪里。然后我没有 set 到它自动回返，因为这里很难自动回返的，太多让我竖了，觉得比较危险一点，有一点紧张。哎，我整个人是懵掉、傻掉一个人。现在我们要去吃饭了，我来吃我们的烧烤。耶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这个 shot 呢，真的。看一下，哎，这
手机拍不到。哇哇，真的好好看啊！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是吃烧烤，这些是我们的一些菜，还准备了很多酒，坐在这边吃。哇，有蚊子啊！就是我们冬天来没有那么多蚊子，看多蚊子。对，真的超有感觉。大家已经坐下准备吃饭了。我们吃肉排哇塞！还有专业的厨师哦。享受今天的烧烤。我拿醉了，海星这样的表现就是醉了。Unbelievable，Unbelievable。我们明天见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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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见明天见喽，大家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了。哇、啊，第二天了，终于舍得走了我们。我们要下山喽。我们要下山喽。哇，这里开了一间麦当娜，古城麦当娜。以前没有啊，现在要找地方去吃去。我们选择在这一边吃，它是在江边的，你可以看那边是江哎。注意看一下我们的位置美不美。带你们去看一些啊，因为建筑我们看很多，我们在江边吃东西，然后中国就是有这种 feel， 这种古城的 feel。我们在这边吃哦，这边可以看江景。哇哦，你们看一下，那边对面全部就是那种摆摊啊，吃东西的。那边还有一个景台在那边。哇，还有江边的 feel， 很有感觉啊这里。那我们要 try 这叫做高山流水呢。来倒酒给你们，然后那个酒是一个碗一个碗这样叠下来，然后你们喝。对的，你看那些假装装，我们是很多美女啊，不是的，这里还是安迪，安迪比较多帮你倒。OK， 我们 try 一下拍给你们看。先倒。哎。倒。哎。来大姐。哇。那个偏偏最大声的哦，倒酒自己喝。来，第一口粉丝先吃。哇！我们有叫这个干锅鸡肉。不辣。不辣。不辣。Oh no！ 不辣不辣面。里脊肉。对。好厚里脊。哦，好厚一点的。好厚。这糖醋也不是摘，因为它放点盐啊。这就是他们的高山流水，紧张来了哦，紧张了哦，不要看。尊敬的来宾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南方之旅，接下来准备由南方妹为大家唱歌庆祝，在庆祝欢迎光临。不能动啊，走啊！
realize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我们现在已经吃饱喝足，现在回去我们的营地，一个新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营地，我们下面喝酒。Yes. 然后我现在已经该醉了，醉了，又吐又醉。哎，你自己看那个影片，我是多加一壶在那边的嘛，他应该是我喝了一斤多的吧，所以我真的是顶不住，太甜了。问题甜和呛，哎，上去了。我已经到我们的民宿了，可是我们本来是要去老板新的那个营地，在对面那一边的。是喝酒啊，有唱 K 的，可是因为他讲他还没有在，然后我们这里走过去路有点烂，所以他就安排酒过来这里给我们。粉丝先喝，粉丝先喝，我们要结束我们的一天了，明天我要去成都啦，耶、yeah! ！快点追完吗？你们看吗？看牙齿吗？你要转。你要养。忍着忍着忍着，我会想到为什么哦，我不想来，真的是狗。他们就是帮我们扛行李箱下去，然后其实要走这样的路真的很辛苦哦。哇，很大风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老板的家吃午餐，不好意思，他叫我们去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去一下看一下，他们讲那边有在过节，我们看有没有人拍。Let's go， 看他们就是这样拿下来扛下来，真的很强。如果说我们自己扛，我们肯定死定了，死定了，真的很开朗。你看这个手还要搬，还要试看搬，都搬不起来那边。等下你的另外一个地方再扭到，我跟你讲，再来啊，在那边扭到，那边不能哦，要哭了哦。呵，我们来到老板的家了，老板带我们回来他家吃东西。还是一样重，前五秒在，前五秒在的秀，看一下 ，Let's go 吧。这是技巧哎，什么意思是技巧？要问一下。哦，拜祭那个桥啊，走了，我们农村喽，走农村喽。哇，火鸡，他的头跟你一样哎，走吧走吧，老板在等我们呀嘿。哇，你看这里，还有这样的风景，他们这里。哇，一起来看到这样的东西。哦吼，看到吗？哇。这边还有他们的旧照片那一些，哇，真的很拽。杭州宴的流水席啊，高山流水，高山流水，然后 Queen 鹤 ，Queen 鹤。入乡随俗，感受一下农村的过节啊。啊，吃吧吃吧，来来来，吃吧吃吧，好，对了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大酒量啊，对，大酒量。来喝酒啊，喝酒啊，喝酒啊。OK， 我们的贵州之旅已经结束了，开心吗？很开心，我超级开心。还会来第三次吗？我有点很开心，超级开心。太累了吗？转机。好了，之后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影片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要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点赞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